有一天，胡瓜去科技业应征工作，老板就问说：“胡瓜，老板就说：“你懂制程吗？”胡瓜就说：“不是，我是胡瓜。我讲一个更好笑的，要不要听？”讲啊。那天他生气了，他夺门而出，他冲了出去，把门给夺回来。你不觉得好笑吗？